盘点奥特曼的奇葩行为，最后一个太搞笑了，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。第一个奥特曼请假，你觉得谁在撒谎？我要请假，我早上喝了自来水，肚子好痛啊！我早上吃馒头没洗手，脏东西吃到肚子里了，好痛啊！我吃了1000桶泡面，吃太多了，肚子好痛啊！我要请假。我也要请假，作业太多了，累得我肚子好痛啊！第二个想让贝利亚搓澡的扣一，不想的扣二。我宣布，谁脱完衣服最先到我的澡盆里，我就给谁搓澡。啊，我们来了！哈哈，肯定是我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对不起了，哥哥们，我先去了。老爸，我可是比你先到。嘿嘿，还是我先到。老爸，快给我搓。第三个，你知道贝利亚最怕什么吗？看完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你知道贝利亚最怕什么吗？我唱给你听。怕猴王呀，怕赛罗的，怕杰的消灭他，怕没有下巴。大家不要相信他，我一点儿也不怕。第四个，你觉得谁的躲雨方式最好？扣出他的号数。我躲在怪兽下面，我躲在石头下面。哪里有棵大树，躲在树下就好。时光一转，这两天就不下雨了。我说你们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，不知道打把伞呢。第五个，杰德被偷袭了，快帮他找出凶手吧。有人偷袭杰德，把他打进臭水沟，并且偷走了他藏在床下面的方便面和奶茶。不是我，我偷袭我儿子干什么？也不是我，我可不喜欢吃方便面。也不是我，我昨天在看电影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第六个，你认为谁的回答是正确的？打游戏对手太菜怎么办？用屁股鄙视他。老板平时不听话怎么办？大宝剑揍死他。上厕所摸到大便怎么办？当然是用尿尿洗干净啦。有些人太嚣张了怎么办？大耳巴子刮刮乐。第七个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有一个家伙在撒谎，把他给我揪出来。没有力气了，给我加个油吧。我也没有力气了，需要大家加油。哎呀呀，我才是真的没有力气了，快点给我点赞加油。光说不练，我这才是真的没有力气了。放我出来。